战斗从来不停息，善恶要奋战到底，为了胜利我们不断穿越荆棘，迎头给邪恶痛击，不容敌人一丝喘息，疾风和暴雨不挡我前行。转啊转，只听越战越强，转啊转，赤影释放能量，转啊转，把侥幸冲锋破浪，魔幻陀螺似旋风，热血在心中，龙息火拳出动，打破黑与暗，暗一起被推翻，火焰冲击显神通，白角暴走冲锋，迎接曙光，光赐予我力量，掀起旋动的巨浪，不应狂变谁可挡，魔幻陀螺绝不退让。第27集，打开异世界的门。嗯，哎，喂，你们快一点！大力，你简直是怪物，跑了半天怎么还这么有精神？才跑了5公里而已，我感觉才热身呢。5公里而已，我觉得已经要了我的命了。你们要加强锻炼了，这样才有足够的旋力能，让魔幻陀螺更强大。各位加油啦！我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吃冰淇淋。对，吃有食物能让我充满能量。啊，冰淇淋车！哇哇！我要吃冰淇淋！你们不是说没力了吗？我要草莓味的。老板，我要巧克力味的。我要奶油味的。我要抹茶味的。我也要草莓味的。好好好，来。啊，太好吃了，太幸福了。谢谢。不客。老板，这是是指学者，快回去实验室。爷爷，爷爷，果然是止血者搞的鬼，大家快准备战斗吧。剑齿鲨不见了，金刚星和幻甲也不见了，美影和雷刃也不在，眼神也不见了，我也找不到白角蜥，赤影、霸天师，所有魔幻陀螺都不在，时间被静止，止血者就在附近。螺旋，又是你，快把魅影和雷刃还给我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洛山塔。去洛山塔，整个洛山市的人都静止了吗？爷爷，
我好担心爷爷，怎么办呢？你别哭好不好？害得我也担心我妈妈呢。指挥，你不要着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，解决问题。对不起，小亮。不是我不该吼你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团结最重要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赤影代表怜悯，霸天师代表正义，白角犀代表忠诚，雷刃代表爱护，幻甲代表坚韧，元神代表专注，星云、猎刃狼、赤天鹰、剑齿鲨、金刚星、魅影，你们究竟代表什么呢？全力注入魔幻陀螺，启动吧！不用玄力锁，竟然发动全部魔幻陀螺。星云、猎刃狼、赤天鹰、剑齿鲨、金刚星、魅影，战斗吧！开始吧！金刚星好厉害啊，竟然比星影还厉害。金刚星好厉害啊。猎人狼，你到底打不打？打。雷比，凌空四天。猎人狼，亮出兵器吧，我不想占你便宜。回旋刃。来呀！傻子才和你继续打回旋刃。别想逃。糟糕，赤天鹰跟着指旋者后实力大大增加，剑齿鲨不是他的对手。魔幻陀螺剑齿鲨全力爆发吧。
剑齿鲨为什么没有反应啊？魔幻陀螺好像已经完全被指旋者控制了，我们指挥不了他们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金刚星力气大，每次的撞击都让星云难受。但是星云速度快，都巧妙地避开金刚星的重击。金刚星，不要打了！释放玄力吧，魔幻陀螺们！魔幻陀螺，剑齿鲨，闪电影伸掌！我不会伤你，因为你是小亮的伙伴。伙伴？哎呀！丝绸。哎，马射！冲啊！靠近不了魅影，就不可以用爪了。你是机会了，五星铁链。卑鄙的猎人狼！啊！金刚星！剑齿鲨！赤影，霸天石，快去救他们！赤影，我相信我们是心灵相通的。霸天石，以正义的名义释放玄力吧！螺旋。以怜悯的名义释放玄力吧！啊！螺旋，螺旋以正义及怜悯的心情发出强大的权力。我明白了，用魔幻陀螺代表的正能量就能产生共鸣。忠诚的白角蜥，一起释放玄力吧！啊！岩神，以专注的名义释放玄力吧！爱护的雷刃，爆发玄力吧！
坚韧无比的幻甲，我们来释放旋力吧！呀！啊！沙漠，去救他们！嗯，好的。没用的，除非他们找到自己代表的意义，要不然他们是离不开矩阵的。我知道剑齿鲨代表什么了。我不会伤你，因为你是小亮的伙伴。刚才的战斗中，剑齿鲨在遭到赤天鹰攻击之后转到上风，却停止攻击，它代表了宽恕。金刚星一直用一招简单而坦率的打法，它的意义是坦率。魅影在猎刃狼失去武器时停止追击，对战必须公平，所以它代表的是公平。赤天鹰战斗中一直埋头作战，毫不松懈，它代表进取。那猎刃狼呢？猎刃狼不就是代表艰险吗？大小姐，艰险不是正能量啊。猎刃狼哪会有正能量？猎刃狼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根据环境随机应变，是因为它的机智。有道理。星云每次战斗都能够冷静地选择最好的办法脱身和最佳的战斗方式，它代表冷静。龙玄，你果然是我的钥匙。不，我们是朋友。我不需要朋友，你只是我回家的钥匙。钥匙？以六个正能量的名义，代表宽恕的剑齿鲨，坦率的金刚星，公平的魅影，冷静的星云，机智的猎刃狼，进取的赤天鹰，释放你们体内最强大的旋律吧！旋转吧！魔幻陀螺没有正和邪，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正能量。只要他们觉醒，旋力能将充分释放。回家的门开了。这是什么？是一个巨型陀螺。是陀螺。所有魔幻陀螺变形战车模式。释放旋力吧！螺旋，我们快想办法阻止他呀！快呀！赤影，霸天师，他回来！严神，停止！
大小姐，我爸爸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乐山森林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啊！那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打开我回家的门？眼看整个洛山市都要被黑化，罗旋他们也因为被指旋者攻击而陷入危机。指旋者的强大超过大家的想象，即使六人联手也完全不是指旋者的对手。小亮想要通过绑架指旋者来结束这场战斗，却不小心陷入魔幻陀螺的战团中。小亮能否转危为安？请看第28集。夕阳越过地平线，温柔落在我的肩膀，天空辽阔而宽广，倒映心中梦想。谁不曾